nothing. OK， 结束掉。那各位可以看一下啊、哦，这个时候资料怎么样呢？中心有仁爱路的，通通都出来了。好 ，OK，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，我们就完成了条件查询的方式。我想各位试试看哈、哦，如何做一个查这个条件的查询。不过哈、哦，这个我想应该很多同学会觉得这样查可是很麻烦啊，你每次查完之后还要再新增一个工作表，然后再查，那是不是可以怎么样呢？ 是不是可以自动化更自动化一点？就是，哎，可不可以自动产生一个工作表？然后呢，把查询的关键字直接怎么样呢？帮我 rename 一下，比如说你查中校东那这边就是中校东，啊，然后呢，并且把最后的结果 call 到这边来。那这样我以后呢，就不用自动一直增加工作表，那我只要查，哎，就是自己就会帮我归类了嘛。我要查什么，自动就帮我放在一个工作表里面。哎，这样不就更棒？好，那这个部分要怎么做哦？ 我们等一下再来看，那请各位先试着把刚刚的程式稍微做个修改。OK， 那改的部分呢、哦，就是这根这边再加上这边两个地方。好 ，OK，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。